两位美人，久等了。躲躲藏藏嘛，本公主今日迎娶的两位美人，是不是都在房里呀？两位美人，久等了。是很刺激，是不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一个月前讲起。根据量子理论，宇宙是从一个基点不断膨胀，到达极限后会撕裂成多个平行宇宙，不知在哪一天哪一刻便会诞生出一个新的宇宙，新的冬月。不过此刻冬月还是那个冬月，莫连城登基称帝，曲小檀母仪天下的那个冬月。你们两个往那边去找。哦，是小皇子。小谭，你看看这小皇子把他的作业扔得到处都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臭木林城，当男人就这么省心，凭什么当女人就得带孩子辅导作业？木林城这个王八蛋，还说什么下辈子要他来生，这辈子我就后悔跟他生了。当皇帝了不起啊？我还有我的房地产事业呢。玉儿，玉儿。这画的挺好的。月儿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学，你就去午睡吧。你要是再这样疯闹，午后就要凉了。哼，不学不学就不学。嘿嘿嘿嘿嘿。又生玉儿的气了，玉儿不是挺乖巧的吗？你教导有方，很有带孩子的天赋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教了，就让他当个快乐的小傻子得了。哎，玉儿是东岳皇子，是未来的皇帝，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怎么能当小傻子呢？他若是个女孩的话，就可以无忧无虑。什么叫如果是个女孩？女人怎么了？莫连城，你性别歧视啊？檀儿，你别闹了，你累了，朕也累了。男子就堂堂正正的，女子就当小傻子，是不是？傻子可是你说的。男人就可以上班赚钱当皇帝，女人就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，哎，是不是？媳妇做饭你什么时候做过？一直都是下人在做。离我远点，老娘烦着呢。
嗯，我每天还要上朝，我回来还要哄你跟玉儿，我也很累的。就你累，我不累。刚才和于浩在郊外，我们还。许江林不是早死了，我见鬼了，一定是我做噩梦了。我重新睡，重新睡。公主别怕，有属下在。静心，公主为何受到惊吓？有属下在，定会护公主周全。对，公主终于醒了，可喜可贺。你刚刚痊愈，恐怕还惊魂未定。惊魂未定，对，我是惊魂未定。你别过来！不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不，程程，程程，玉儿呢？玉儿，程程，玉儿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这晚出异动。难道是时空错乱了？可是不对啊，许江林没死之前，我也没有被封过公主啊。檀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可是东越国的二公主啊，将来那是有机会继承大统的，万不可以做了什么不好的毛病。继承大统啊？我啊？啊？继什么位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落了水，把脑子伤成这样？檀儿，我给你说实话，本来皇上是更看重檀儿你的，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大任只能落到你姐姐梅儿身上了。你好好想想。啊，梅儿啊，梅儿姐姐啊，落水啊，